这首歌送给所有污蔑过 MJ 的媒体，送给那些为了钱而撒谎毁了别人人生的人，还有那些不假思索听信媒体的蠢蛋们。到底够了没有，请拿开你的黑手，天使描绘变成恶魔，只要纸笔和口，正义开始颤抖，是谁在苦苦战斗，你是否真能感觉得到周围环境变得太臭，有人在拯救地球，有人甘愿当混球，利益熏心的人性是否你们无药可救，为了金钱你撒谎，有谁去腾出肩膀，面对诽谤正义依然能够活得坚强，谁做了替罪羔羊，无乱扫射的唇枪，不了解事情真相，听信媒体你的是怎样，但我们又能怎样，如果爱活在天堂，那为何还有的人一直死死抓着不放，有什么不能变卖，你们这才是变态，成人的世界太过丑陋，小孩也都变坏，离开也许是解脱，我不要这个结果，爱曾经到过地球，是真的他告诉我，这世界怎么了，这世界怎么了，这世界充满太多丑，而不是我说的，什么不可做呢，什么不可做呢，为了满足欲望灵魂可以不要了，不相信你说的，不相信你说的，扭曲事实报道我都听过太多了，要多少才够呢，要多少才够呢，无法满足黑洞榨取多少才够呢，他们在扭曲事实编造一个荒诞的世界，拿起纸笔胡乱的写，但什么叫做敬业，他们笔下的一切不需要任何基础，人性的丑恶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地步，他总是遭人嫉妒，因为他代表正义，说他乱通违宪，如果这也能够罪名成立，释放存在的意义，代表正义的记忆，是谁在抽泣，谁把谁无缘无故的打翻在地，全球都应该反思结局为何是讽刺，但总是无法抗拒利益的诱惑，我不懂这个黑色幽默，只想装作是路过，但却感触太多太多的假话，他们还一直在说，不是一两句能概括，当我们失去伟人，曾经谁把他当成罪人，为什么到现在才还他清白，清白带有疤痕，玷污了纯洁的灵魂，关闭爱的大门，怎么了，这世界怎么了，这世界充满太多丑，而不是我说的，什么不可做呢，什么不可做呢，为了满足欲望灵魂可以不要了，不相信你说的，不相信你说的，扭曲事实报道我都听过太多了，要多少才够呢，要多少才够呢，无法满足黑洞榨取多少才够呢，听信媒体一派胡言的蠢蛋，这段给你，怀疑你是因为脑袋长期的泡在水里，报道出来的排泄物你一直含在嘴里，对不起，说以上这段话的我实在是故意，注意这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发泄，这是让人请记住，爱怎么看我不屑，你们都太过无知，爱听瞎编的故事，闻着别人放的屁，然后分析分子原子，这算是你的坚持，脑袋松脱了螺丝没放电池，抱着你的电视过一辈子，你还不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就你这个分析能力不如归隐田园，没想要批判太多，这世界坏人太多，这世界怎么了，真话却没多少人在说，好人被逼上绝路，要顺流才是觉悟，眼前的世界充斥太多的无缘无故，这世界怎么了，这世界怎么了，这世界充满太多丑，而不是我说的，什么不可做呢，什么不可做呢，为了满足欲望灵魂可以不要了，不相信你说的，不相信你说的。 Michael Jackson is innocent. Michael